Все, бас.这一轮的比赛纯靠击球的准确和速度，两分钟的时间里面，林丹跟王小李必须要把球落到里面的这个单打区里面，一人队呢派两个人，球是落在双打区里面。好，我们首先呢请林丹来给我们打个样。好，就把我平时教你的那种感觉，哎，好，两分钟，林丹的挑战计时开始。哇，技术跟我一样，哎呦我，这个发射机已经疯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真的何老师跟我的技术你说很像，很接近了，很接近了。我们很有压力呀、啊，没有啊。哇，好漂亮！哇！最后的五秒，林丹累了，47个球，哇！好，没关系啊，我们现在呢，接下来把明星队的队员上。哎呦，小军反手王上了，哎！还有小峰哥，小峰哥，怕不怕我？刚才林丹有告诉我说，他对你们的这个乒乓球的这个技术其实是肯定的。羽毛球，羽毛球，对你们的羽毛球的技术是肯定的。光玩没意思，如果我们赢了，你敢不敢跟我一起跳段舞的？好好好 ，OK。两分钟计时开始。还剩54秒，哎呦打到头，最后还有15秒，花呀花呀花，亮亮好样的，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刚才呢有一个球打中了林晓峰的头，林丹过来嗓子哑成那样，还特别着急跟我说，打中头一个扣10分，打到头扣10分。你们敢不敢接受这个挑战，打中头扣10分、这个、没有，我不接受。亮亮刚才有放出狠话来，如果你们输了就要跟着他一起跳舞。让我们一起摇摆，一起摇摆。我想问一下小李，你这时候有什么话要对蒋乃亮说？我觉得不管输赢我都陪你跳舞了。开始。哎呦这好刁钻呐、啊！哇，一直在打这边非常刁钻的角度，我觉得发球机可能想要成就我们王小李小区反手王的称号。最后的17秒钟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我跟你说一下刚才的那个感受。其实你就是想跟我一起跳舞。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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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么一首《大王带我去巡山》送给你。我把人间转一转，跟我走。打打打打，跳舞跳舞，跟我。我一直觉得来吧冠军里面的比赛，不管是哪个项目，都可以用三个字来形容：活久见。活久见，活得久了什么都能见。活久见。稍事调整，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比赛。Yeah! Yeah!